是跟随，怕过去爱飞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好久没见，好久不见。和平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我在这儿中的世界，有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喂，我在帮你下小馄饨，等下给你送过去。好了好了，拜拜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看来我这些东西算是白费了。谁说的？拿过来，拿过来嘛！医院的伙食难吃死了，快给我！就是不给。哎呀，好了，只要我哥想吃什么，我就去给哥买什么。哟，我妹还没对我这么好过呢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哼，和平哥，我把你吵醒了。没有。这是佳琪做的小馄饨，一定要趁热吃。好，来，我帮你。我要喝汤。和平，你爸来看你了。伯父伯母。伯父伯母。哎。啊，爸。妈。听医生说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啊，是啊，我没事了。你们这两个难兄难弟啊，可真是命大，以后这样的事可千万不能再发生了。我知道了。童子，听和平说是你帮他挡了那一棒了。哎，等你爸回国啊，我得好好谢谢他啊。哎哎，不用不用，
我还希望等我好了之后我爸才回国，要是我爸知道的话，那比我受伤还要惨。出了这么大的事你爸都不知道啊，这怎么行啊？啊，伯母，我哥是怕我爸担心才不让我说的。你们这些孩子什么事都瞒着父母，如果真出了什么事看你们怎么办。妈，我们都没事了，东子还有一个星期就出院了。对对对对，伯母别担心了。哟，佳琪也在这儿啊，我都没看到啊。哎，老孟，记不记得佳琪啊？人家现在可是东子的女朋友了。伯父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都已经一下子记不起来了。妻子，人家都说患难见真情，这次和平啊不顾一切的保护你，如果你们过去有什么误会的话应该都过去了吧。伯母，我对和平哥没有什么误会。啊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哎，宝贝儿啊，那个你有机会去看一看，我挑个两房一厅的，我送给你。真的啊？啊，那到时候我看好了你就得给我买一套，不许后悔哦。行，只要你开心就行，好吧。嗯，拜拜。嗯，客户不管说什么都先答应他，我已经都签到方案上去了，先把这单项目抓下来，这样呢在女王那边也好。开会呢？很好很好。郭靖，周静安，你们两个准备一下，十分钟以后我们出发，去一趟如梦园销售处，看一看哪里有需要改进的，顺便推下一波的广告。嗯，是。哎，看来女王今天心情阳光普照，等会你们两个去如梦园，如果服侍得服服帖帖的话，今天应该会平平安安的。他善变的性格说变就变，我们哪抓得住啊。就是啊。哎，不过你今天看起来倒是很阳光普照哦。嗯，是啊，东子很快就要出院了。啊，真的？嗯。欢迎环境。哎，小曼，你看我跟你说，听说如梦园好的房型一周内全都卖光了，真是不得了。哎呀，和平刚回国就有这样好的成绩，大姐，你就等着享福吧。妈，舅妈，你们来了。和平啊，我带你舅妈看看房子。好啊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如梦园绿地的面积非常大。孟总，有位客人特别喜欢您保留的那一户，他愿意出高价买下，希望您能割爱。你转告他，谢谢他的抬爱，不过那一栋我不考虑出手。知道了。对对对，当然不能卖了，自己特别设计的，是要留给自己和妻子以后住的新房，当然不能卖。就是多好啊，你看和平多会着想啊，那像我们家萧强什么事都得我替他操心。对对对，走吧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哦，哎呀，哎呦，郭靖啊，啊，这的房子确实不错啊，温馨舒适，很有家的感觉。王总，你想买一套？切，自己出钱买那也太没行情了。哦，他今天是怎么了？哎呦，快点快点。哦，孟总，妈，
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大明公司的王总。我们如梦园之所以卖得这么好，多亏了他们的大力宣传。哦，哪里哪里，主要是如梦园的设计和品质的确是一流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市场反应啊。啊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嗯，王总，我们见过是吧？是吗？就上次我在商场买衣服，肖强也在，王总也在，肖强在帮我买衣服。王总，我记得我们好像挑上同一款，对吧？哦，哦，对对对，是是是。当时我可能没太在意你们也在场，所以我就没有跟你们打招呼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小曼啊，嗯，我们赶紧先把你喜欢的房型定下来，不然好的房型一下子就卖光了。和平，我们走啊。走吧。走走走。王总啊，那我们有机会再慢慢聊吧。啊，哎，好好。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。真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住上这么豪华的房子哦。没有，高档住宅是不能养鸡的。我偏要带学长过来看看。要想买豪宅就得靠自己，男人是靠不住的。男人是靠不住的，除了我。啊，回家真好啊，在医院里那么久都闷死我了。唉，啊，喂，渴不渴啊？倒杯水给你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阮振东先生，不要闹了，小心你的头。哎呦，我的头没事了。佳琪啊，你变了。我想回